包容，这是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了的生，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了的生。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及我们中立 地区的好朋友，及台湾各地、世界各地的维新贤士好朋友，阿弥陀佛。俗话说了，风生水起好运来，但是相对的，风生水起的没运到，这个就是要大家学易经了。风哪生，水哪起，有的好运就来了，那就是要望山望向，当元夺运，180年三元九运，现在已经走到第八运了啦。所以第八运的坐东向西的财运会比较多，坐西向东的背后有水的财运就会到。坐北向南的，现在八运的财星在面前，文昌在对面，风生水起好运来。若是你没有研究这个风水三元九运，即使你看到前面有水很漂亮，结果你搬进去了，嘿，甚至你会跳到水里面自杀。我在越南有一个高尔夫场，在很多年前呢，他要我去看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前面一个水池比这个还大。水波荡漾很漂亮，罗盘一量有三秒相，有三秒相，这八运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六，六入中，五起入中，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四立，四立是文曲，文曲来克中宫。所以你这个公司啊会被恶龙亵渎呢。董事长夫人听我讲了，马上面割了呀，眼眶湿了。怎么样，你有烦恼啊？被他的亲戚当总经理啊，跟他乌龙写都写了每个五亿，公司快倒闭了，怎么办？那一颗水，好大的水，很漂亮，但是那个困，乌龙潭变成跳下去爬不出来啊，那一个变成来客，若是在七运。七运的民国92年到73年，那一颗罪的就是发财，所以老板问了怎么办呢？我说我今天来帮你看，不是丢烦恼给你呀。我们一般的人是大师的，都很容易丢烦恼给大家。
你不来看没有事，看了烦恼更多。我说你把西北方、东北方、耿公东北方，你做一个水池喷水，前面这个水池算很大，你近距离的地方你要做一个喷水池，当它喷起来和这个平衡了，就是四和九，四九为由，而九主火来相生，八运虎必生辉，四九为由，虎必生辉，扭转乾坤转过来了，那你就稳定下来了啦。所以你这一那一个水，小小的水，力量很大，哈、啊！所以老板呢，他好我嘛，很快做，这就是扭转乾坤。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士们，你们要学习扭转乾坤，把你的扭转乾坤不会影响到别人，不会伤害到他人。还有如前天我去看了一个风水，在阳明山的风水，他坐北向南，他的右边白虎边和白虎的坤方，和他的西边有两个塔，凉亭，那个时候公墓很漂亮，大家坐凉亭，家里人来休息可以，但是就影响到隔壁这一栋了，两个火星，这边一个火星，右边是三房，前面这个是六房。我跟他说，这个风水都不是哪里问题，就是这个人家已经做了，老早就做了两个凉亭，而你又来买来做你的家族公墓，所以这个两个火星，一个三房，一个六房，就二七同道，两个火星排在一起，后天的行火星，二七同道，你们呢？这个老三的和老六会相聚往生修佛道啊！哦，啊，这小弟弟呢，还有他嫂嫂，看他心里的难过，他才跟我说。啊，老大先死了，去年死了，今年老三也跟着死了，都好好就死翘翘了。这是二七同道，修出来回去啊，回家了。这是风水学吗？好好啊，坐个捷运回家，回到家里嘞。在电梯里面以为糖尿病，人家拿了糖给他吃了，起来到房子里面一睡觉躺了就不行了，这是风水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懂得我们可以防患未然呢，与其无所生。那怎么办？坟墓做了好几百万，那你怎么办？只有用化解，在左边做一个铁的塔来化解这两个，这个塔一算起来是为二黑，
二黑是巨门土星，那两个二七同道的火会来相生这个左边的塔，十二年内不会再发生了，十二年后那两个就没有影响了，这叫做趋吉避凶嘛，啊，风水的法则啊，你不能说迷信，没有智慧的才说迷信，你不懂的人才说迷信。那么这些兄弟都是非常有成就，弟弟也是牙医师，啊，大家都很有成就了，啊，为什么这样？那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嘛。所以本维新圣教，我的传承祖师，啊，第一个苗栗邱志堂老先生，第二个新店李淑玉的老师。邱志堂先生他所学的道，所学的风水是从日本时代徐福东渡日本，把中国秦朝战国七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他带到日本去了，五百童男童女他带到日本去了，然后一直传传到现在来，啊，现在呢，他们在当时台湾被占据了，啊，日本总督府的工程师，他来台湾建设我们台湾的总统府，把这个风水学呢，啊，传给我们台湾的租房子的给周越工程师。那工程师呢很慈悲的又将这个妙法啊转传啊给这一位房东，房东学了之后所以再转传给我所学的邱志堂老先生，那些风水学就是这些啊，这是这一本我把它简单化条文式的，而当时我要这个妙法的时候，邱志堂先生呢，他写了一本记录一本手抄的，我常常在看，我都带他去看朋友的风水，啊，结果就。过了三年后，邱老先生他所写的那一本给我回家说你的带回家看好了，那时候没有影印机，我回家后彻夜抄弄不捆抄到天光，第二天我去送去苗栗大坑邱老先生，我送到那里快中午了，邱老先生很慈悲说：“张丁先生，你抄了没？”他问我说：“抄完了没有啦？”我中拍血了，我拍血了，我的头脑记忆不好，我胆过妄也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我看得这么好，我就把它抄起来了啦。啊，套没抄。啊，那邱老先生他很慈悲。我基本马上抄的啦，所以那一本也是这样抄回来，老师给他啊借他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他的套没抄起来记下来，后来我全部都记了，记在脑海了，啊，我们不知道哪一位弟子的同修的很慈悲，比我更高明，那时候我忘了 copy 起来，结果那一本呢，我们的哪一位同修呢，整本把它呛去了，我就没有了，哦，所以我就赶快
啊，记得一直一直写，一直重新把写了这一本。啊，这是真迹，是上天所传下来的嘞，王禅老祖传的嘞。哈哈哈！安得趣味哦。啊，一山比一山高啊，一个徒弟比师父更厉害啊。啊，这个上天也许啊怎么样安排我不晓得，但是我把所印证的我就全部加上实际印证了，好，我就把它写成新的一本阳宅风水学讲座回顾之心法在台湾。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也是鬼谷子他的徒弟日本第一代天皇徐福的师父鬼谷子，鬼谷子要他赶快走，不然你的命会留不住，就被秦始皇会被他所杀。还好他把易经风水啊，还有其他的妙法带到日本去了，所以日本的法传到我这里来。那么在民国64年，啊，我又接到一条脉，啊，李蜀玉、李公3年金丹法门，就是在四川传过来了，寻龙点穴。所以这个法门，我是能雕假能的能钢坠，我把它整理起来，才有这一本风水学，都是经过印证的。所以送给各位啊，你们也许我不卖的很贵啊，念了几年就不给他了。阿罗给他了不？我还希望过界的，啊，你们有钱出钱帮忙注印，啊，注印送给亲朋好友，啊，有时候刚才开宗明义跟各位说，大陆的啊饭店经理，他看了之后，他家的小孩子为什么不平安？老婆不平安，孩子不乖，就是违背了风水嘛，才大声的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这本书比毛泽东的《毛语录》有用啊。毛泽东一代伟人，他有他的功德天、功德力，但是这一个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这个妙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暗时都看到鬼，暗时都看到鬼，啊，看到长头发的鬼，往你的床位对面是不是圆镜子？他对呀，他老婆的梳妆台就在他的床位的前面。啊，在那边呢，床位和对着对着镜子，啊，他在睡觉起来眼睛蒙蒙的，朦朦胧胧的，就感觉到好像多一个人，就看到鬼。原来太太早上起来头发常常在梳头发，他就梦到他家里有一个长发的鬼，哦，跟牛干呢。就叫红头来养，这是不养的，啊，叫读书来养，黑头来养嘛，养不好的。干嘛叫光头来养？叫熊啊，光头就是出家啊法师嘛，啊叫熊啊，啊后来来问我，我你看了鬼哦，我嘿。你卡面头前一个镜都多像古装镜哦，哟嘿，镜子铁雕鬼在里底啦，镜子拿掉鬼在里面，哦，他拿掉了，
回去了，听我说就拿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天晚上早上起来，晚上都没有看到鬼，好几天。他还在墙壁上找，天天拼命找，看有没有鬼在里面。就是在镜子啊，鬼是家己心头鬼啊，这个都是风水学的奥秘嘛。我里面都有写，啊，里面所写的很简单，你们不要去违背，你违背了，一定有烦恼。我不是恐吓你，那我们相信你们要正道了。啊，我里面所说的这个不可以怎么样，啊，那我偏偏要这样，试看看。啊，有证到了，再来告诉我，增加这一本书的信心。啊，所以风水学是一个生活法则。还有我们现在天气热了，啊，你的座位下，你绝对不要用电风扇吹。电风扇呐，啊，电风扇一吹呢，难道等啊，作业啊，你的卵巢、子宫会长瘤。哦，所以这个例子很多都印证在我们的师兄身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生活啊息息相关的。还有我们家里的电视机，若是你摆排在祖先的正前面，神位的正前面，你要注意口说是非一大堆，爱注意，这是朱雀洞。电视机它所发射的能量是无形的能量，我们祖先的祖灵、神明的灵也是无形的能量。啊，若是我们的祖先的前面，你有电视机七七叉叉，哈，那个问题就多了，啊，那就是会口说是非之灾呀。啊，那若是我们的主人办公室，啊，你的主位，你前面，你怕换个音响，站在大声小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会有什么事情？就是口舌是非，朱雀洞，你的员工会吵架，会打架。啊，你的事业生意，啊，无中生有，这都是风水的问题哎。啊，这个有一个实例，啊，我们现在暂停一下，我请，啊，我们促进会的，啊，理事长严玉法师来为各位解说这个真实例，啊，请。啊，师父好，啊，所有乡亲法师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跟师父结缘，就是我经营工厂，快要经营不下去了，然后就去找师父。啊，找师父之后，师父说你要请我去啊？好，那你在老祖前面要拔三个杯我才去。哇，那我很紧张咧，我是要连续要拔三个杯啊，是很困难的。当然我就跪在老祖前面，就一直跟他讲，我很诚心啊，我很诚心，我要请这位老师去帮我忙。我讲了好久之后开始拔杯，哎呦，连续三个杯呢，哇，我就好高兴，我赶快就跟师父讲，师父三个杯哦，很高兴，老师说好，明天早上六点钟就到你工厂。哇，我就好高兴，五点多就起来。书一到，就说你看你这个门开这样子，
前面又路冲，反正毛病一大堆啦。他说来，门开这里，这个门封掉，这个墙壁打掉，办公桌搬到这里来。哇，我一看这钢丝足大了，但是我都非常高兴，我连一个怀疑都没有，我就马上说好，书马上帮我择日，说来哪一天开始动，我就开始了，把墙壁推倒，把门封起来，把这个门打开。哎，你知道，一边打一边敲，订单一直来呢，订单一直来哦。来到让我工作做不完，我变成一个月的营业额是以前做一年，你看多不多？哇，这样子让我信心大增，我马上从内心呢感到这真的是名师，这个法门的法是真的好，让我屹立不摇，根深蒂固。从那时候民国76年开始到现在，再怎么风风雨雨，再怎么对师父的打击，跟他的污蔑，跟他的摧残，我都屹立不摇。有一天，那我就生意很好啊，就要开始在办公室装音响，来给这个员工哦享受享受。但是我就把音响装在我的前面，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啊，他说我也很差啦。我虽然每天跟着师父跑，我的假日就是仙佛寺，我的度假的地方就是仙佛寺，我没有去其他地方度过假。每次看到哪里有风景很美，我就跟我的太太讲，我会带你去哦，去带你去，从来都没有。好，音响一装啊，哇，事情就来了嘞，口舌之灾，员工大闹，那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就又去找师父，师父说啊，你看，你那个音响装在你那个前面呢，很惨的呢，啊，我赶快就把它移开了，从此之后又开始顺了。在这里很感恩师父，很感恩这个法门，希望大家来学，祝各位阿弥陀佛。好，我们谢谢啊田副秘书长，还有他是我们第一届的啦，啊，他在民国76年我们就结缘了嘛，很多妙法印证在他的身上。好，我们这么多同修，这么多法师身上所印证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啊！啊，我们一般的人说，哎呀，你的风水就是迷信。我常常说，没有智慧的才叫迷信，你有智慧的叫做正信。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我们中国3000多年来尊称为妙智圣，他的法真是妙妙妙。有如各位你们看到的海报啊，里面是开示的，我们在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呢，在大安寺上课的时候呢，我马上用意，我带你们到啊这个星球去走一趟好不好？同学说好。那很快的，我就用一张火星，里面表面是什么样的成分啊，它的风水如何，结果出来挂的就是天山遁嘛，啊，欧魂大军啊，
天山顿卦中没有水，也没有植物，没有草木。天山顿成五生，五生序，啊，就龙云蔽日。好了，记录都有详细的记录起来。等到过了几年，啊，我们同修的一位同修，他很高兴的拿了报纸的美国太空总署啊一个报告，实验报告到火星去探测，报告里面没有水，只有纹路没有错，也没有木，也没有草，啊，光秃秃的。所以我们的啊第二届同修呢，非常有信心的，认真学啦。但是这个变成我又害死了他。我们这个同学呢，他很准，就是他喜欢玩股票，啊，玩股票嘞哈。我说你先要沾你有没有这个财运呐？哦，有财运的你再买股票吧，但是他说不行啦，我们要创造命运啦，这个买股票买了就涨，就跌，卖了就涨，我们到最后来啊，他都付不起我们的讲义会，那我们讲义会一个月只有800块嘛，啊，向圆德法师申请说要付一半的500块，好不好？啊，圆德法师也批准给他，啊，我就批准了500块。啊，再过半年多嘞，又拿了一张说全免的申请单了，好不好？我说好啊，也给你全免啊。啊，所以讲义会。都全免的啦，但是他的房子都卖光了。我说你呀，真的真傻呢。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有舍就有得。啊，你不舍即无得。啊，你对于讲义会是一起在付这个水电钱。给大家照明，来这里修道祈福的，你连这一些你也缴不起，那当然我就同意你嘛。哦，那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我们不能贪。你得到这个道，你要先了解有没有财，有没有财运。你有财运哦，你再去买股票；没有财运。你勉强的凭着一个雕虫小技，你买股票，抵不过业力呀、啊！安听有无？所以，我们好多同修，北中南都有，生活生活很苦。要跟我申请说减免啊学杂费好不好？我说好，只要你来读书，只要你学到，你有一天你发了，你要更加好几十倍来回馈给老祖，这样都无妨嘛。不是要你的钱，而是要你的心和信心来学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无量劫来你们的有缘的多生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多生的亲友，啊，你们学了道，你可以帮助他人，啊，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这样的话，你也是老祖的化身，圣尊法身，也是师父的圣尊和法身，所以只要大家要学道要修好。啊，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你要哪里学到这个法，
不简单啦、啊，一般是不愿意公开来啊，一公开来，啊，那万一有人跟你一样强，跟你做竞争怎么办？啊，那我说很简单嘛，你在提升嘛，你为什么一直要俊在这里？那人生就没有意义嘛？那你就是学艺，好可以来转法轮，啊，让你的智慧增长，你的福报增长。那易经风水你懂了之后，还一件更重要的，要超度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就是祖灵，所以我们一些人不知道孝顺父母。啊，这敬仰祖先的人，啊，你会好到哪里去？是有限的啦。所以本位信圣教是提倡大孝的法门。啊，各位每个人都平安了，你的祖先也就很心安了。啊，我们不平安，祖先绝对安不了。心安不了，所以我们唯信圣教的法门是大孝的法门。除了事业平安、家庭平安以外，我们要安祖灵。安祖灵的心就是诵经、诵经，啊，念经念佛，有法会，啊，你就将祖先的圣位、年位安坐。来听经闻法，啊，然后呢，我们要诵经，每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圣诞，我们都要缴这个经，啊，诵经来回向给祖先，仰仗王禅老祖，啊，诸佛菩萨神通力，啊，一起来将经宝转施给各位的祖先。这才是大孝，哎，即是大孝。德威精业门窗，门窗权威指明德威，福中门造型典雅安全，防火气密窗，防盗隔音气密。所以本位信圣教的法门是五千年来第一个新宗教，也是世界新宗教，啊，本位信圣教的所有的妙法都是利他，不是利己，利人和利天的啦，啊，这个各位有机会，啊，你们晚上多多看我们维新天下事，啊，中华电信 MOD 205台24小时。还有海珀电视，还有其他的电视，有线电视，对，接着我们维新电视的法门是弘法的法门，将妙法传给大家。你们没有时间来学，那就干脆送到各位家的客厅，你们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的打开来，喝喝茶啊，啃啃瓜子。啊，喝喝，这个汽水，啊，喝酒，啊，什么都可以，躺着也可以看，坐着也可以看，趴着也可以看。那呀，这一种教文，对各位恁要的嫌嫌多呀。我们。好多欧巴桑啊，他白天早上起来就把维新电视台切开来，啊，让即使无闲，伊嘛好大家舒服的恭维的恭敬，讲我想听，讲我想人听，唔是讲我贵听啦，啊，就一般诶，讲我做先听。中午就地基主听，所以咱整卡，哎，就阿公阿婆啊，伊无聊，伊就甲电视
师父拢讲用哦，何老话讲诶，因听有啦，阿都阿放咧，因嘛用听。啊、哦，那么让家里看到的师父每天都在他家里，哎，在干工位，只是一啉茶无讲师父，请你一杯尔。啊，哦，所以这个是维新电视台，啊，立人天，啊，曾经，啊，咱有嘉义大学夫妻两个是教授，姓杨，有一天，啊，在高速公路三号公路古坑、啊、休息站，在那边等着在等、啊、王金平院长他们好朋友啊，等等等晚上十一点了、哦啊、那么晚了、哦、结果他打开电视来看，刚好在播出金刚经啊，金刚经呢他在看啊，老婆看到后视镜有一个女孩子桃木登登请别杀，看不到脸，好高兴哦，在听我讲金刚经啊。哦，她就把跟老公把她老公换了后视镜来这里哦，哎，女孩子都很欢喜哦，还有我媳妇还不走，怎么进来的，还是车子开了回去了，回到嘉义去，回到嘉义去停下来，他门口就有个白白的物形的，也许就是那一位菩萨要到了他家里啊，结果呢门一开来他就咻的进去了，哎呀怎么办，他进去了就好了，继续开维新电视台看看他会不会在这里，结果电视台电视在那里，电视机啊，中间沙发椅后面一个柜子空空的在那边，他也站在那边坐在那边在看我讲经，哦呼气了，后来既然好了，你们应该是善意的啦，好、哦、他就拿椅子放在那边给他坐，叫从嘴底下看看电视啊，当我把金刚经讲完了，哎，不见了。啊，又每天晚上要讲《金刚经》的时候，一点个切呢，一下看到呀，好一看。啊，他就跟我说：“师父，奇怪，那些幽灵孤魂，吓人呐，爱听你讲《金刚经》啊，缘分嘛，跟你们有缘嘛。各位同修，你们不要以为哦，你们家里啊听我讲经。”啊，七月份都鬼也去恁兜啊！未来迄种菩萨来，菩萨到家里。后来呢，啊，两位杨教授，他的孩子呢，功课开始进步，一直进步。哦，所以我们有宗教观、宗教素养，还有这种智慧的，你就没有鬼的问题。若是没有宗教，这个修行智慧的话，处处都是鬼，心头鬼一大堆啊，安听有无？啊，所以我们维新电视台呢，啊，所有啊台的，我们的收视率还算很高的，啊，各随因缘呐。大家一起修行，啊！你们有时间打开来看一看，啊啊！这边讲修咩，没讲修咩啦，啊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看到啊电视台有什么妙法，啊，你们随时可以向电视台，啊，向易经大学，向各分支道场来请益，啊，那样的话，啊，我们。大家共同来啊，旋转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今天来办这一场法会的因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好、啊、来
啊，通力合作办这一场啊弘法大会，唯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亦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